嗱，我哋翻嚟第二節啦。嗱，呢一節咧，哇，即係我諗咧，又喺啲香港比較少講嘅，因為點解涉及到呢個特工嘅問題、情報搜集。特工嗰啲，特工係好世界最公正嘅人嚟。嗯。嗱，我首先介紹一下個背景先啦，就係其實呢幾日咧就喺英美嘅傳媒係做得好大嘅，一路都做緊頭條嘅，就係話咧呢個五角大廈，即係美國國防部咧，佢相關嗰啲關於烏克蘭戰爭嘅部署啦、反攻啦嗰啲資料咧，就竟然咧就喺網社交媒體咧透露出嚟。嗯，咁我喺預告都講過啦，呢個都唔即係對於我嚟講唔係一個最大嘅問題，最大嘅問題咩咧？就係咦，原來美國咧又有監聽緊佢嘅盟友喎，北韓。就即係俾美國監聽緊，咁但係北韓就冇點發即係大呢件事嘅啫。啊，我哋即係佢都做緊嘛，大家都做緊。係，咁我哋點樣去理解呢啲嘅即係所謂洩漏咧？咁樣，首先你要第一個層次你要分開。嗯，佢特登俾你知道佢監聽你，點解以前唔知而家？又知俾你知道咧，有人洩漏出嚟咧。嗯。咁洩漏出嚟，係佢俾人特登洩漏啊？抑或係有第三者撩咗啲嘢出嚟洩漏咧？呢個好重要。嗯。但根據我嘅經驗咧，就沽物量你洩漏唔洩漏都好，係冇撚意思嘅。全世界都互篤噶啦。但係去到最高層嘅時間咧，就大家都睺啲漏洞嘅。如果攞到你啲堅料咧，就唔會洩漏出嚟。嗯。所以大家記唔記得，就算喺二次世界大戰，英國人打贏德國嗰場仗，都有個卧底俾咗錯誤情報德國。先至登陸到諾曼底噶嘛？有，因為德國一路以為就喺另外一個最短卡拉嘅卡拉嗰個地方，不過係最短嘅。咁但係佢一路放啲料出嚟就係、是，我哋就喺嗰邊登陸喺嘛，就唔係諾曼底。咁希特拉信噶嘛？唔信嚇，唔信。你講佢唔信。嗯。後屘佢英國犧牲咗只艦。嗯。有個人咧尋埋條屍，喺、條屍度咧搜到資料，係有個先信啦，有個筆記，係啊，就話啊，我哋要登陸呢個諾曼底，咁佢、就信啦，開始啦、初初講唔信，嗯，所以咧話呢個咧係佢哋個遊戲咧，嗯，係不嬲咁玩嘅，嗯，咁而家你玩到呢啲咁樣咧，係又係笑料嚟嘅，如果唔洩漏咧，佢可以唔洩漏。點解話可以唔洩漏呢？通常重要嘅資訊咧係口傳，就唔會有文字啊，有字陣乜都冇，唔可以有。有親都多撚魚嘅，即係唔係咁重要嘅。喂，係咪好似我哋睇嗰個職業特工隊咁啊？而家你即係聽啲咩錄音帶，即係錄嗰個都戇撚鳩嘅，點啊需要錄音帶？直情係而家反為我哋知道咧，中國傳統咧就仲用口傳嘅。嗯。固網電話咩電話都，而家你就算而家都公開秘密啦，有啲雜誌賣。想中國去到某個階級嘅官員咧，唔用呢啲電話㗎。嗯。哇！我屌你！你嗰啲咁嘅斬首行動咪～好撚準啊嘛，大佬！係係啊，屌你一佢俄羅斯我咪試過咯，就係嗰個將軍佢用咗電話啊嘛，就跟住飛彈嚟啦嘛，唔好快啊，一兩分鐘幾分鐘嚟到噶啦。我哋中國嘅領導層咧就最聰明嘅，嗯，唔會用呢啲有 GPS 定位嘅電話嘅，嗯，唔用嘅唔用，係危險嘅，係危險嘅，所以而家冇人用電話，固網都唔用，固網都唔用。最原始的方法咧就最安全的，譬如我叫個同事在香港，我要叫佢走去印度交個消息俾人，我咪俾機票去帶個口信過去咯。嗯，你又咪冇錢，但最安全噶，所以咧我哋喺呢啲網上收到啲嘢咧，你就小心啦。佢放流料，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做堆嘢俾你咁同埋佢有個震攝作用咧，就係你哋冇撚喐嗱，我哋真係全部都監聽住嘅，你冇都當你有啊嘛。嗯。
有佢嗰個反作用喺度。哇！咁你即係如果用咁嘅方式去解釋，就係如果話俾你南韓聽，你冇亂嚟啊！係啊，有嘅。你冇亂嚟啊！係啊，你冇諗住食兩間茶飯。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喺某個單位工作，嗯，但老細翻咗嚟，就同我屎撚咗去第二度玩嘢，乜著撚曬燈，開撚咗收音機度。咁你嗰啲伙計，哇！老細喺度喎，嗯，知唔知啊？其實冇人一撚樣，知唔知啊？係好深奧嘅，好深奧學問。嗯，嗰個係另外一個學問嚟。佢話佢同我喺度傾緊偈啊，唔好干擾。其實我哋兩個冇撚到去撚咗第二度，屌你！好撚深奧噶，你呢、這個呢、這個係好撚高深嘅學問嚟嘅。啊，唔係你點管人啊？是不是你怎麼管人？是啊，喂，那這個你如果這樣看法，他現在放出來的動機是什麼呢？就是說這個有震懾作用嘛，嗯，就是你的民又沒人亂搞，你沒人出賣。好了，但如果有些真的呢，我在預告節目說是怎樣呢？有些是很多國家那個網絡呢不夠強啊，嗯，那我們知道有些國家呢，在南亞有個國家呢，是透過美國人給他資料，你已經有了多少百個恐怖分子在你國內，他不肯是吧，不肯信喎，恐怖分子，好了，那整套東西給你看，幾時幾日會出國，就收了錢，去哪裡訓練，整個過程，訓練了，現在回來了，就等命令的，命令一到，他就出去做工作，幾百人喎，驚得人驚啊！咁啊，佢兩萬蚊美金，你一千蚊同意做死事咧，就俾一萬蚊你。咁你嗰窮嘅國家，萬蚊美金好撚多錢啊，大佬！佢一個月都揾百零蚊美金，咁你屋企咪又變咗光榮嘅烈士家屬喎？喺佢嗰個教入邊嘅伊斯蘭教啊，幾百個啊，全部係美國佬提供資訊。咁你咪通知曬你，咁你咪跟住曬佢俾嘅資訊，全部拉曬咯。因為你唔夠力啊嘛，變咗佢要同你做嘅，因為你同佢都有個少少盟友關係咧。佢做好俾你，佢未得你同意㗎。咁你鬧唔鬧佢啊？你唔撚敢鬧啦，最多謝佢啦。佢又唔會話過境獄友，淨係 call 你個情報組織離開個會啦。我現在提供一些東西給你，你告訴總統聽，你不做我都要做的了，那你就政府自己做吧，是很強悍的，他們很強悍的。我們用這個角度去看，你估計譬如說美國的情報當局掌握到關於中國的情報，掌握到俄羅斯的情報有多少呢？我相信他們多到他自己政府都不記得。可以告訴你他們的網絡，因為錢多，還有你那些國家很多人是會被人收買的，大家都記得，就算香港中聯辦新華社都曾經試過拉過幾次人的嘛，對不對，就是被人收買了嘛，這個經常都有出現的。所以因為他收買你的手法呢，就不是外面人想那麼簡單的，是很技巧的。他只說我在台上拿喉糖吃了，你很小事給了我的嘛。但在我的記錄呢，在這個記錄呢，是有我拿過你的喉糖的。哦，這個就可以成為最很大的罪名了。你明白，但未夠，繼續拿下，我經常吃你的東西，我給你一隻糯米雞你了。你又以為好啦，小事啦，我理我咁多長檔，買只糯米雞俾你。咁佢又喂，我哋個老友有隻馬出啊，只馬長啦，趁佢咁啊熟咗啦，咪去咯。跟住又喂，中撚咗喎你真係中撚咗馬喎。咁你俾只貼士你，你仲唔撚開心啊？係嘛？咁啊搞搞咧，好熟嘅。好熟之後咧，佢會叫你做一樣咩咧？台長。我有個兄弟被人拉撚咗，問一問喺邊間差館扣留，冇叫你幫咗做乜嘢喎？我想問佢探一探佢啫。咁你咪舉手之勞啊？係係，好輕騎嘢，因為你以為好輕騎都唔輕啦。有冇叫你做乜做乜？問問佢被人拉撚咗喺邊個差館啊？
係咪啊？咁你喂，但係又係有記錄嘅喎。嗯，輕騎都唔得嘅，你知唔知啊？哦，一踩上嚟就好多嘢可以輕騎都唔得嘅。係啊，好啦，跟住咧就如是者咁多單輕騎嘢咧。嗯，當年曾超科就係咁樣落達，所以佢哋嗰個有一套行為嘅。嗯，你係唔留意唔留意咧？好啦，到時咧你又賭撚大咗輸咗喎，賭馬啊嘛。嗯，唔撚靈輸撚咗，同你借埋錢。找你幫你手去找人借錢找數熟身啊，不是我借給你啊，我介紹間財務公司，嗯，收到最平息，嗯，幫你到時夠期你還不到，你拗撚曬頭，你要找我叫他拖慢啲，啱唔啱？咁我找翻單嘢你做，嗯，嗰時咧就嗰單嘢咧就涉及重啲啦，喂你做咗佢，我叫同你取呢條數啦。就不是話撳一撳拉咗喺邊度啦，嗯，啊，咪同我去嗰度燙開櫃桶睇睇份文件啦，屌你咪，你知唔知啊？係作報作報嘅，嗯，好深奧嘅，嗯，即係所有嘢都係好精心部署，係有同咁，但係問題就係你美國都個情報當局都好多年啦，即係一定有好詳盡嘅呢啲點樣去做呢啲嘢。屌你你唔好你一個英國一個佢嗰啲五眼聯盟好精密嘅，連總統都唔問得噶嘛五眼聯盟。係啊，好特別噶，佢五眼聯盟嗰個系統咧，就連總統都唔可以問嘅。嗯，唔可以問。係，咁呢個有個即係日事又提翻你啦，就係好多即係幾年前咧，有個即係幫呢個曾經幫美國做特工，咁喺香港人嚟嘅，就原來做咗翻間碟。咁跟住咧就令到好多喺呢個從喺大陸入邊同美國做情報嘅俾人處決啦。咁嗰個人收尾退咗役嘅，佢就去咗加拿大玩。咁加拿大咧，美國係即係一路就跟蹤緊佢，入佢嗰個住咗個酒店，因為佢行咗出去嘛，將佢自己手頭上嗰本嘅筆記簿原封，即係直情係攞曬入邊啲料。但係嗰個技巧係咩咧？呢個係特務嚟，佢翻翻去個酒店嗰度，佢完全唔覺得俾人搜過啲嘢喎。唔知㗎，唔知㗎。完全唔知喎。唔知㗎，唔知㗎。真係好似拍戲咁樣喎，哇！咁收尾而家咪拉咗咯，翻咗去喺美國邊坐即係十零廿年監咯。呢啲係 B 版，唔係正式特工。嗯。B 版啊。嗯。B 貨，屌你係咩搭檔嘅啫？正式咧唔會留低手指嘅，全部喺曬個腦度。喺個腦度嘛。是啊，邊度會咁樣鬧曬本筆記啊？點解你會寫情信咩？有咩好記啊？屌咧，琴晚同條女啊咁啊寫嗰啲嘢啊，嘥撚氣，嗰啲係 B 版，屌你係咩啫？一零零七啊，周星馳嗰套啊，國產國產，係國產零零七都搞笑，冇嘅冇嘅，係啊，逢係嗰啲好深奧嘅學問嚟嘅，嗯，佢哋分到好微細嘅，你唔知道你自己做緊係做緊。乜嘢目的嘅？嗯，你淨係知道做，但係你做緊個嘢係分到好碎嘅。係啊，咪同我買包煙啦咁，你都唔知買包煙做乜。係啊，喂，你同我買盒火柴啦咁，嗯，係咪啊？喂，咁好啦，跟住叫阿小朋友同我買個橙翻嚟啦咁。嗯，講喺你嗰個心目中咧，你就係同我買個橙嘅啫。你唔知個橙，你唔會聯想個橙係咩作用。嗯，佢又買盒火攞盒火柴，唔係火機。你又攞包煙，嗯，咁你三個完全唔知道有咩作用嘅。好啊，嚟到我度咧，我又揾個正式行動組，嗯，俾呢三樣嘢佢。嗱，你咁樣撳埋撳埋，就要嚟做計時炸彈。嗯，你唔知啊，你去買個產就要做計時炸彈，你俾人大鑊。嗯，咁喺英文嘅術語叫 compartmentalized， 係啊，compartment 即係話將佢分好多唔同嘅，你又唔知我做緊咩，我又我做緊咩，你知道都估唔到你自己係做緊乜嘢，即係你做嗰個動作咧，你唔知道目的係乜嘢嘅。呢個係好專業嘅，非常專業，非常專業。好啦，咁你最難係邊度咧？最難佢嗰啲特工情報咧，譬如話我而家我知道台長反間諜，或者涉及洩漏國家機密，揾人跟你，呢個最大鑊。嗯，用嘅資源非常重啊，跟一個人咧要動用到成一百人。嗯，跟一個人，唔係話睇電影咁樣樣噶。嗯，跟一個人啊，起碼要用一百人。
咁你分咗兩三組啦，廿四小時啊嘛。嗯。一組咪得三十幾人，有配備車啦，有配備電單車啦。嗯。又要配備男女啦。嗯。知唔知啊？但驚你甩勾喎！如果你俾阿台長知道有人跟咧，你永世唔肯使跟。嗯，係啊。嗰、那個最難嘅，一個保護人同埋一個跟人咧，係最浪費資源嘅。嗯。有啲要用到百幾人㗎。嗯。跟蹤一個人，攞資訊，廿幾小時全天候仆緊住你噶嘛，你出入啊嘛嘛嘛，你咪幾撚辛苦啊？好撚多錢㗎嗰啲。計唔撚掂數啊！所以咪話你普通睇電影咁樣鬧曬。好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咧，擺咗個旗子喺度，十幾年都冇任務俾佢嘅喎。突然間就郭新玲嗰個咪就咁樣咯，喺豬肉檔度。係啊，你以前香港，據我哋所知，你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都好多喺度啦。有啲啊真係喺街邊做保鞋又剩啊。真嘅，真事嚟㗎。以前最早咪廣州解放。上門收嗰啲衫洗啊，即係整個落落，即係話洗衫啊，啲人洗染啊嗰啲啊，上門隨街大行行噶。一解放佢老母做咗個公安所嘅所長啊，嚇撚死！屌你咩，阿同志，你唔使唔認啦，你屋企邊只雞我都記撚得，有幾多個人住啊嘛？將來香港翻去組係咪咁咧？唔撚知啦，佢十級區。你乜撚嘢八婆嘢鹹飯嘢佢記撚低曬嘛？唔係，我對呢啲嘢我覺得好即係冇乜感覺，原因好簡單。咁你而家逢親用電話，你用電腦，全部都俾人監聽曬㗎啦。我呢個正常㗎啦。係啦，你有咩唔俾人證？我所以我覺得好簡單啫。喂，所有嘢擺出嚟係咪啊？冇咩秘密嘅，咁就冇問題㗎啦。唔好搞啲。我就發瘋發到出面㗎嘛。係啊係啊。我公開督人背脊。係啊，公開曬所有啲嘢。公開講。係啊。啊，咁啊最你。我而家揾緊十二妹。嚇！話十一個老婆，有揾第十二個，你吹咩嘢？屌你！係啊，因為鬱敏有一次爆大鑊啊嘛，我同佢搞生日會，佢拉咗個咪，嗱你哋要學啊，博士好撚精神爽利啊，好撚健康啊，幾個老婆都冇事咁，屌你！我攞翻轉頭，我唔係啊，佢講少咗啊，我超過十個老婆，屌你咪要講幾個啊？你撚向我升咗，一咁啊冇人信啦，你知唔知啊，隊長？嗱呢啲就係技巧啦。系啊！你話兩三個有人不信，啊、你話十幾個，屌你咪真係吹水，冇啦！吹撚像黃毓民啊！屌你，我十幾個，唔撚使拗，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做人透明有透明嘅好處啦，尤其是喺而家呢個年代。譬如我真係十幾個，你都要鼓掌啦！咁撚威喺香港，我養到十幾個老婆冇交嗌，屌錢少啊！係俾人俾層樓都死啊！係啊！我覺得啱唔啱啊？同埋你有冇乜力水先啊？仲要係咪啊？哦，嗰啲就咩啦？靠食藥啦，要係咪啊？唔使食藥嘅。啊！呢啲好深嘅學問啦，而家啲人未識聽呢啲。係不過咧，阿郭士頭先講嗰度咧，其實喺呢個新聞入邊得到印證嘅。佢就話咩咧？佢從呢個泄露咗出嚟嘅呢啲文件，係睇到美國滲透咗喺俄羅斯同埋嗰個華格納兵團入邊係幾深。全世界嗰啲古惑仔過收買到噶嘛？屌你嗰啲咁嘅華格納嗰啲兵仔俾幾皮嘢，乜撚嘢都講啦，係咪啊？屌曬撚氣！呢啲咧有真有假嘅，佢咁樣講咧。是裝夠人彈弓的，他們玩這套東西很純熟的，很純熟的，很純熟，真的很純熟。第一起碼影響你軍心先，是吧？很深奧的，這些非常深奧的學問，他們是專家來的，真的是專家來的，所以大家就當看笑話就無所謂。所以因為他們的部署這麼完整，所以我們看中國政府外交部鑊鑊中招的嘛。他現在法國仔又中招的，中招的，中領了招的，美國佬都沒犯，那人家來法國訪問，你見有沒有美國反對法國佬不約你這些歐盟走去訪問中國，沒有的嘛，不是，那個歐盟那個主席，這個什麼Van der Leyen，那個高手來的，不是，他簡直都沒有跟你即是切割了，你法國那裡他不是這樣說完的，所以他，因為他是很厲害的女人來的，這個德國婆，生七個仔女，一家九口，
八個都係美國籍，係佢唔係，俾咗你乜你自己慢慢諗啦，一回咩事咧？嗯，係嘛？嗯，佢可能會做畢業秘書長添。係啊，係啊，有咁嘅傳聞。嗯，係一個叻女人嚟，佢讀law出身，跟住可以轉做醫。嗯，成功咗噶，跟住入政壇。嗯，但係係好厲害咯，佢能夠喺德國坐上國防部長個位唔簡單嘅。嗯。喂，德國佬啲軍隊你點管啊？你做國防部長個個唔撚信噶嘛？係啊，佢係有幾套散手嘅。呢個阿姐阿馮大姐，貴族嚟嘅喎。係貴族嚟㗎。你睇佢嗰個維基百科，你睇到㗎。唔係普魯士貴族嚟。係啊，佢屋企貴族嚟。嗯，唔係凡親呢啲名啊，聽到呢個 Von 啊，呢啲 Van 啊，呢啲係貴族嚟㗎啦。Von 個姓啊，係啊，係貴族嘅姓嚟。德國就係啊，法國呢就 D 啦嚇。我都有個。貴族的姓我不用的嘛，因為我又講粗口又姓，但很多人不明白的，我的粗口呢，做節目講呢，是分層次的，很多人不明白，劇情需要的，不是說廣州人講粗口那種，廣州人講粗口我自己都輸給他，特別女人輸了，不敢跟他講粗口的。我哋男人會輸㗎，香港人。你廣州妹嚟講粗，你要揾翻廣州男人同佢講咧，就可以扯平。你用香港仔嚟同廣州妹講粗口咧，死得輸到瀨尿啊！個文化唔同。我哋又講粗口咧，係技術嚟嘅。點解我佛學都要講粗口咧？我而家我出嚟講。佛學一陣間先補充講啊，嗰個好深奧啊，冇人諗到嘅個哲學，點解要用粗口講佛學先？嗯，好啊，嗱，呢一節咧仲想問阿博士另一個問題啦。嗱，頭我喺預告都提過啦，就香港嗰個銀行嘅結餘啊，就剩低600多億。咁大家唔好搞錯，呢、這個唔係講緊一定同嗰個港元嘅匯率掛鈎，唔係一定嘅。不過港元而家係處於弱勢，呢個就係事實。咁啊，金管局不斷要即係掟啲即係美金出去啦，要接貨啦咁樣。咁誒一個問題解決就一個方案解決就好簡單嘅加息啦咁樣。咁但係加息樓市冧啦，繼續通脹啦，嚇係會頂唔上嘅社會嘅加息，佢所以唔敢加。但係個方法咧就大家要小心嘅，同埋中方嘅幹部咧都要清楚。你唔澄清咗美金？在國際的地位那種力的來源呢你又不會處理的了。美國佬到現在世界上的美元從來沒有叫人要用美金的。沒有叫你們幫忙用美金交易沒有的。沒有的。由他有美金出來面世那天沒有做過宣傳說叫你們用我那個貨幣。他只是告訴你我的銀紙有幾多黃金照寶擺喺度，係喺國際公證咗嘅。你攞嗰張美元咧，你又有幾多黃金可以兑換嘅？喺到尼克遜嗰時咧就取消咗，就唔需要再用黃金擔保。呢叫做金本位啊！好啦，咁佢再用乜嘢嚟擔保咧？就係、是、我嘅國家，我的軍事、政治、經濟嘅。地位個財力，你哋承認咗我唔使黃金擔保，所以而家美元嘅地位咧，嚟自於佢嘅歷史嘅源流嘅信用。你同人做生意用乜嘢貨幣交易？你而家用得歐羅噶，好多人用歐羅噶嘛。喺歐洲買貨啱唔啱？又有人用日元交易噶。你而家用人民幣交易係好正常噶。冇人阻止你唔用人民幣交易㗎，咁你使乜走出嚟呱呱嘈，好似懶懶醒啊！我哋用人民幣交易咁，點解傻㗎嘛？人哋幾時叫你用美金交易啫？你用陰絲子交易都得。係啊，係啊，係啊，你肯收就得㗎啦，係嘛？有人肯收咪得咯。係啊，嚇，完全唔係嗰回事㗎。所以而家咧，我哋咧就點解有少少怒嘈咧？就話我哋中央政府嘅領導人。到而家唔明白佢美元嘅支持力咧，喺佢個歷史嘅信用嗰度。點解我哋咁反對中國政府下邊啲單位企業啊，
對外出千物同先正做生意唔老實咧，就你冇拎咗信用啊嘛。嗯，信用先係嗰個係啦，冇錯，即係真真正嘅基礎嚟嚇。冇錯冇錯。但係信用呢樣好空泛嘅喎。唔會空泛嘅，你第一佢知你背後有實力。嗯。你唔會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破壞你嘅信用。第一銀行啫嘛，最難借錢係第一批嘅、嗯，第一筆。嗯。咪我同你借五皮，銀行透支冇嘢抵押。嗯。冇啦，你送兩皮先啦咁。話你準時還款耐咗，你都主動都加壓俾我噶嘛，啱唔啱啊？嗯，係累積嘅，嗯，就冇話砰一聲嘅。嗯，我當年而家我講幾年啊，我係講廿幾年啊，講都冇咩人信，唔係話認屎認屁啊。嗯，你咁撚叻，你試下。我係叫阿靚女三唔識七，你幾點鐘去富豐銀行去講錢用啊嘛？嗯，你而家你再匯豐銀行開個户口。你揾阿台長，揾阿梁經理開户口，跟住咧佢會即刻俾100万你用噶啦。嗯，我未使要簽字喎。咁我打電話一陣間有個姓乜名乜女士嚟，你就開户支票户口，你同我俾100万投資佢啦。嗯，咁撚樣搞掂喎。嗯，呢個就係信用啦。咁佢後屘過幾日咪寄翻封信嚟俾我，我簽翻名咯，我私人擔保咯。嗯。但你嗰幾日空間，你可以話唔撚係嘅。係啊，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白先？嗱，就係我哋做到咁樣嘅。嗯。好啦，就揭一個謎啦。上次同大家講過，即係我揸張渣打支票，或者揸張中國銀行支票，可以中國銀行户口攞錢嘅。嗯。或者我揸張渣打支票可以匯豐攞錢嘅。嗯。好多人都未諗到，因為點解佢攞到錢咧？我又通知嗰啲銀行。識嗰啲經理，嗱，我會有咁樣處理。我打一俾阿梁生，佢喺永隆銀行，佢揸住我張匯豐支票。我最近有個朋友嚟揾張匯豐支票，你同我俾錢佢，你咪自己入咗100,000，你自己提100,000俾個女仔攞走嘛。你咪入撚咗我張票，你自己户口咯。嗯，你係當喺銀行攞撚咗錢啊嘛。係係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其實，因為我叫你咧，就係揾個銀行經理出嚟。啊，咁你都係當銀行經理，佢喺櫃桶數撚咗100,000俾你啊嘛。啊，誰不知佢自己個存款度打撚咗100,000，擺撚翻落個櫃桶啊嘛。啊啊，咁我部署到10间8间啲銀行經理自己有。咁咪好撚方便啊！咁但係即係你都每間銀行都擺個即係個户口度。我有支針喺度，我冇個户口，我唔使户口嘅。啊！我有人喺度。嗯。啱唔啱？嗯。所以係好撚深奧嘅。嗯。知唔知啊？咁啊，佢俾撚咗之後，我唔撚俾撚佢，咪大波。係啊。就係咁解啦。佢賣唔到數嘛。咁而家你大家明白咧，你就係佢嘅美元地位咧。係積累翻嚟，佢公開咗佢嘅財政狀況啊，各方面佢嘅實力啦，佢嘅發行嘅債券點樣運作啊？我冇叫你用我美金交易㗎。嗯，你行到世界上，我哋試過有朋友拎咗20,000人民幣去印尼，去一啲國家，菲律賓啊，其他國家話換錢。換500啦，屌你啦，冇叫換20,000，佢換500啫。有啲唔撚換俾你嘅，唔係講少噶，所以呢個唔係話你去自己認屎認屁啊，想代替人代替唔到。唔係，仲有一個問題就是結算系統啦，你唔係就係美金問題啊，結算呢？我唔講到嗰套先，我當你有撚曬，都冇人信你。嗯，你揸撚咗10,000,000，你擺唔擺曬喺中資銀行啊？嗯。你匯豐都唔撚信噶嘛？而家你揸10,000,000，因為政府賠都賠5条啫嘛。係啊，你都翻嚟我又撚咗間，唔係話踩你中資人，我即係匯豐都唔撚信。嗯，因為政府話最撚多賠50,000,000嘅啫，我屌你入邊間銀行唔會出事先？嗯，你咪分撚開咗10间银行擺咯。我覺得啱唔啱啊，台長？係啊，呢個人嘅常情嚟嘅風險管理。呢個係好撚重要噶嘛？你 damage control， 你控制唔到個風險啊？嗯，係咪啊？咁但係我哋大範圍都去講啦，譬如話而家你咁，咁係咪到尾你都要加息先？而家美國再加佢就要加啦。係啊，如果而家美國唔喐咧，有人佢都夾硬頂住。嗯，
但我哋睇到個財政司咧，完全係立撚殺嗱，屌你啊陳茂波，屌你老母，你真係含蔗完你左掟，佢邊識搞財政啫？乜你蝕2000多億外幣外匯？我最撚簡單，我買撚曬美金擺喺度收息啊！我都唔會蝕2000多億啊！我當婆仔唔撚識嘢啦。係啊係啊！我將啲外匯買撚曬美金。擺定期收息都有三厘啊嘛！唉嗱，我介紹你，你買 Bitcoin 得噶啦，贏啊！哇，即係發到豬蹄啊！真係輸到撲街，屌你乜？你明唔明啊？揾個賣菜婆啊，做財政司都叻撚過佢啊！我唔識嘢喎，唔識嘢冇事啦，我換撚曬美金，擺定期都收兩三厘息啦。點會蝕本啫？你老母而家蝕2000多億，你老母拎個打靶打九次啊！要呢條撚樣，如果我做皇帝，唔係點你噶？唉，唔係點你？你啲經濟學者，我同你含，你同我含張完你左掟，唔識嘢啊！買撚曬樓收租咯，冇事。係啊，屌你老母多撚魚嘅，咪你最撚笨柒我換曬美金，或者換曬瑞士法郎，由美金由瑞士法郎擺撚咗喺度，定期，年尾。都不會吃2000多億啊嘛！屌你啦，冇搞笑啊嘛，冇屌錯你啊嗱！阿超人特首，你聽緊嗰個節目，你屌柒呢個陳茂波、茂李波啦！屌佢老母，你叫翻屋企啊！嗱，你中資啊、中聯辦主任啊，聽到我哋啲意見要講噶，係唔撚應該輸嘅，點會輸啊？我乜撚都唔識，我就買曬美金定期。屌你老母，你真係講起火都嚟撚埋。係啊，係啊。我不過咁講啦，即係誒有陣時對啲人唔好咁勞氣啦，即係咁誒嗱，你可以要扮勞氣屌佢先似嘅，係啊係啊，呢個劇情需要，劇情需要係啊。你係做文官，我係做武官，有文官審犯同我哋啲武官審犯唔撚同啊，大佬講嘢，大家攞個驚堂木啊一拍啊拍落去個款都唔撚同噶嘛，唔使執啊，唔使驚啊。啊，我話發夢啊咁諗啊。喂，而家你揀成咁，不如喂全香港用曬人民幣咪仲好講？呢個一定，因為點解咧？當年回歸，我好朋友後屘走咗嘅，佢聽我講，我哋要走，因為你咁個個家族咁大，我話中國共產黨呢個權宜之計嚟嘅啫，喺個制度唔會容許到你有唔同嘅政治制度嘅。因為你香港有利用價值，佢容忍你。因為澳門一早回歸咗啦嘛。嗱，記住啊，佢係忍你嘅咋，係忍你嘅，忍你嘅咋，係咪？佢有一日佢唔忍你，就冇需要咁而家咁樣啦。唔係，就算佢亦都唔需要忍你，因為佢難管你啊嘛。我點咧？你喺我哋面前養下養下都谷撚你。呢啲咁嘅資本主義係咪啊？所以佢咧係權宜之計嚟嘅。咁啊，將來大家有朝一日咧就好著數嘅。係啊，一對一瞓醒覺，一對一，咁你又賺咗10%咯喎。係啊係啊，你仲要排隊真係換人民幣喎，嗱你講住幾多開心啊？係啊，即刻升水啊嘛。係啊，即刻升水噶嗱，你唔好呢個唔係我哋唔係揾你笨柒㗎，一對一嚇。係啦，而家就一對百幾㗎嘛，咁你賺10多個水，你點解唔換啫？冇人反對㗎。係啊。我一年後點樣咧？咁啊冚家產啦，下集係咪先？所以咧，大家你要心理準備。好啦，而家我哋中國要做一個動作咧，係應該要做嘅。全部出新銀紙，舊嗰貪污嗰啲全部作廢。唔係佢數碼化已經得啦，佢唔得都唔得，唔得唔得。點解唔得？你變咗有個矛盾蘇出嚟，你都要用啊嘛。佢用洗黑錢嘛。而家個洗黑錢渠道一樣保留好大嘅。好大嘅，好大嘅，唔係你哋外邊諗嘅操作。咁你因為涉及太多，所以佢而家唔敢做。因為做下話，原來自己個姨媽都有份，你老母啊！唉，講唔好做住。咁點解佢哋成日唔肯公布啲黨員嘅財產咧？早個禮拜習先生又落命令咧，以啲幹部咧公布個財產咧。而家習先生係有呢個魄力去做嘅。咁究竟佢咁樣做嘅目的乜嘢咧？我唔知。講咗好多年噶啦。係啊，講好多年㗎。幹部要公開財產，而家做啱唔啱？但係你做一做嗰啲銀紙作廢咧，個個唔敢拎出嚟噶嘛。咁你咪國家咪又有錢翻咯。係啊，係啊。所以呢個就睇下佢哋嘅魄力啦。我哋支持嘅，因為而家中國習近平佢都係想好嘅，
只不過佢想做毛澤東二世咧，佢有啲嘢做唔到嘅，所以佢就做唔到嘅嘢咧，就唔好亂鳩咁做，就唔好學毛澤東去做。你唔係毛澤東，因為嗰個時空都唔同，佢歷史啊嘛，係。嗰陣時邊有互聯網咧？係啊。嗰陣時邊有股票市場咧？嗰陣時邊有夜總會呢？你成個世界都不同曬，係咪？你同埋你面對個外面的形勢都不同啊嘛。所以你下邊嗰啲幹部咧，要提醒我哋習先生咧，毛澤東的精神你可以做。嗯。佢都叫做清官喎，毛澤東。係。死後都冇咩資產，係多幾個女人啫嘛，都未經證。唔係，如果算少啦，如果你話以後宮三千佳麗，佢少噶啦，係咪啊？係啊。佢著對鞋啊，著人哋著到爛佢先著嘅，係咪啊？係啊。啊，食嘢又簡簡單單啊，冇而從而家完全。佢都一個理想嘅人物嚟。理想係啊，嚇。所以係。咁啊，人嘅嘢就只不過佢去到咁上下，就唔識轉彎啫嘛。如果毛澤東識轉彎，中國好厲害。咁呢啲啊有啲國際形勢嘅，有國際形勢嘅。但佢都有嗰個氣魄，一拍板就同你蘇聯翻面，係嘛？我咁寒戰同你美國特佬打一鋪添啦。嗰鋪又俾俄羅斯蝕蘇聯好線嘅，唔係想打㗎，線鳩佢嘅，又俾飛機佢先，我真係俾飛機唔俾機屎屌佢老母。咁你通常你嘅演技，你俾得飛機我，梗係俾得埋機屎㗎嘛？屌你老母！咁撚樣俾屎，好撚陰毒嘅史泰林，屌你個撚樣！係，我撚到佢，我去到史泰林個屋企。在我哋格魯吉亞度噶嘛？係啊係啊，佢格魯吉亞人。佢個故居，我專程去睇佢屋企。呢條友好撚乸撚你嘅。唔係嗰個年代過啲人過得好犀利嘅。佢左手唔撚上右手。係啊！屌你咪所有撚爛。我哋成一個清黨已經犀利啦。你而家習先生我就話你毛澤東又學佢史達林清黨，而家習近平咧又想學阿毛澤東咁樣清黨，係唔應該嘅。時代唔同啦。你要秋後算帳，要清啲黨員。而家你追撚到二十年、三十年，唔撚啱嘅。所有幹部你自動坦白，有嘅身家出嚟，騰翻出嚟俾國家。其他個案不夠算撚數，因為點解咧？毛澤東都好似有大赦天下，你知唔知啊？有。習先生你要學足啊！逢係大政治家一定行大赦噶。你唔行大赦咧，你唔係政治家嚟嘅。你拉撚曬啊！嘥撚氣啦！你睇歷史嘅潮流，所有最獨裁嘅皇帝，佢都要大赦天下，咁你先可以重整咗成個國家嘅人物嘅器物，唔可以斷噶嘛。團結啊！你真係要人做嘢噶嘛？所以佢清朝入關，佢都用翻曬你漢人當官噶嘛？啱唔啱啊？洪承畴，係我覺得啱唔啱先？屌你點？你而家嗱，習近平。我哋啲前輩啊，大撚過你啊年紀，你睇話睇咁撚多書，你有冇睇撚到啲帝王術一定要大赦天下？因為我哋收到嘅消息，一路一路咁樣繼續嚴打唔得嘅，一定要大赦天下。香港都要做大赦天下。係。過往不咎。係啊。係咪啊？重新上路啊！大家。冇啊！呢個係政治智慧嚟噶嘛。是不是但要有那種氣魄，有種胸襟。這個都不是劇情需要嘛，不是怎麼寸步難行啊，大佬。是啊。個個就攝啲石仔喺度晾撚住你咯，又躺平咯，啊又炸死咯，又俾假情報你又篤背脊咯，啊點夠你去廣州陪啊？啊真係話講，我真係飲茶，飲完茶屌你媽毛都冇條，你睇撚住啊！翻轉轉頭而家歐洲就屌你老母點夠烏克蘭話同台灣建交啦，你老母幾撚毒啊？跟住自己出聲啦。屌乜幾套嘢㗎呢個大姐？我睇撚住佢哋㗎，但我睇撚都冇撚用。冇用，因為我都唔係當權，唔係當政。你講如果十幾廿年前咧有用啦。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我廿幾年喺國內工作，所以嗰時咧就冇照跑，冇照跳，悶聲發大財。每逢一啲大嘅問題咧，佢哋都問我嘅。事實嚟㗎，大家喺國內好多人都知㗎。你有幾多人話嗰啲中國共產黨報黨媒可以全頭版登我啲資料嘅？在國內，我哋有江湖地位噶嘛，因為
講嘅經驗同嘅説話咧，佢哋想聽嘅嘢，佢第度聽唔到。嗯。等而家我公開叫習近平大赦，你聽撚過邊撚個台正式講撚過？成功嘅君主一定要識得邊個時間大赦天下。嗯。唔係講笑，因為咧你一定失撚敗。嗯。好啊，嗱，你金石良言啦，我哋下一節再翻嚟。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